上级说道，小八疑心自己是海狮族，怕伤害大家而打算离开，却被大家真诚地留下来。而小灰灰在首领房间找到了许多漂流瓶，灰太狼更在接小灰灰时发现了熟悉的弓。羊村守护者七，遨游神秘羊。神秘的弓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不会的，那张弓我不可能认错的。灰太狼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抱歉抱歉。你怎么心不在焉呢？我有些事情没搞清楚，所以就一直在想。没搞清楚就去搞清楚啊，有什么好想的？对呀，谢谢你提醒我了。灰太狼，你能不能先帮我松开再走啊？对不起了，首领，先睡一会儿吧。原来首领不在，那太好了。不好，有人要来了。你站在那里发呆干什么呀？为什么不接飞盘？你们看见什么了？那边的海洋是粉色的，两种颜色的大海真是太神奇了。起来这么慌张？这个不是爸爸的弓吗？这把弓你从哪里拿到的？我在首领的房间找到的。可是爸爸的弓为什么会在首领那里呢？爸爸，爷爷在这里吗？你们去那边看看。你们去那边搜搜。是。不好，难道被发现了？你把弓收好，我出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快点，快点给我找出来。阿水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首领的弓丢了。不就是一把弓吗？需要那么紧张吗？这把弓可是首领最重要的东西。想当年我们在海上发现首领的时候，在他瘦弱的身躯下就只有这把弓了。这么多年首领一直珍藏着这把弓。爸爸被水冲走那天确实是背着弓箭出去的，首领在海上被捡回来的时候，这把弓就到了首领的手上。难道是首领捡到的？
如果是捡到的，他又在哪里捡到的？他会不会见过我爸爸？他会知道我爸爸的消息吗？你们两个还傻站着干嘛？首领说了，要逐个搜查房间。糟糕，这样的话肯定会被搜到的。灰太狼，你也一起来。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，再见。灰太狼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他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别管他了，还是先找工。首领要逐个房间搜查，怎么办呢？我得想办法把工还回去。可是外面现在全是人，我该怎么还回去呢？我们有办法。你们看，前面有个岛屿呢，那里会不会就是龟爷爷的家呢？很有可能哦。什么声音？龟爷爷怎么睡着了？周围怎么会有烟雾啊？大家快后退，这烟雾有问题。小巴，小巴，是海狮族，这些烟雾是他们放的。多亏首领英明啊！如果冰山岛的计划失败了，留一帮海狮启动另一个计划。收到。这次我们势在必得，火力全开！不好，烟雾越来越大了。灰太狼，是他们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你们怎么老是站在我房间门口呢？我们刚好经过。你这么紧张，难道？那边，快过去看看。红红，坚持住，我很快就能把工还回去。小灰灰，你印的也太乱了吧，不知能不能骗过他们。刚才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过来的。这些步伐怎么这么凌乱的，特别是右脚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团伙作案。我们快追。糟糕，有守卫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有了。
好，有入侵者。这么快就有人来了？给我搜。没发现。这里也没有。哎，衣柜怎么打开了？哎，首领，弓回来了。可是人呢？幸亏你来得及时。暖羊羊，美羊羊，懒羊羊，沸羊羊，小巴，大家，乖爷爷，快，快醒醒啊！乖爷爷，快醒醒！加大马力，拖住他！啊！真这种，他吸入了这么多麻痹烟雾，坚持不了多久的。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奇怪，外面怎么会有泡泡在飞呀？不好，我们进入了迷幻海域了。